遇到了我的最爱。 你拿这个油小勺，你来尝尝，咱们买点。
这个这样也可以，就是每个人群都适合，不太辣的。我觉得这个金丝牛肉酱也还行。熟的吗？要吃熟的吗？可以吗？那就买单嘛。那两个蛋蛋面一个熟的，你要吃啥子？它是熟，它不是熟的嘛。